全国首个一站式全要素双创服务平台创业会客厅，曾经帮助很多创业者圆梦中关村。在中关村创新创业季活动上，中关村创业会客厅再次全新升级。在发布会上，创业会客厅与联想集团等多家优质服务机构联合，将产品推广、共享实验室、知识产权金融、IT 服务等创业服务内容，以产品的形式呈现在创业会客厅平台上，并不断更新，满足创业者的需要。发布会上，中关村外籍人才服务窗口也正式揭牌，可为外籍人才提供出入境咨询受理、创新创业服务、人才计划咨询等服务。在中关村就是创业大街来这边，他们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全球各种人才来创业的。创业会客厅是全国首个一站式创新创业服务平台，于2015年3月投入运营。两年来，线上线下接待创业咨询10000余次，为超过3000余家企业提供服务。升级之后的话呢，创业会客厅线上线下服务打通了。那么创业者的话呢，能够看到的话呢，他这个服务办理的一个进度，然后呢一个反馈的一个情况。那么对创业者来讲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服务更加高效、更加透明，同时也是呢督促我们自身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这种服务质量。9月20号全天，在中关村创业大街还举行了创业大集趴，41家创新创业服务机构汇聚一堂，与创业者零距离接触，为其提供畅通创业渠道。